哇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在玩队形变换，我现在要换队形，换成团长跟副团长两位啊。其实主要这一次呢，是因为晶晶成立了15年，对不对？然后在今年你们有很多15周年的系列活动，对吧？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？团长先说。我们2月的时候，我们就跟 San Francisco Symphony 在 David Symphony 后有一个表演，庆祝中国新年。然后5月，我们刚才在 Stanford Memorial Church 跟 Stanford 的合唱团一起表演。然后我们有一连串的公演，就是从2个礼拜前开始，一直到6月底，有8场表演。是。所以呢，这个对合唱有兴趣或者想要看晶晶表演，想要知道为什么晶晶可以成为这个姜老师，我们讲一下好了，因为我看你们的履历表真的很傲人啊，晶晶的得奖记录很多，而且还有一个好像全美国最重要的合唱界的荣誉，对不对？晶晶也获得了肯定。对，在前一段的那个画面里面就可以看到，我们是2007年受邀到那个迈阿密参加全美国合唱指挥协会2年1次的全国年会的演出。那他这个演出是要通过全国来甄选，那美国全国大概有12000多个合唱团吧，是，那大家都是卯足了劲要争取这个荣誉跟机会。然后我们那年很荣幸的就被在通过3关的这个 blind audition 哈，然后被甄选到，那年全国有30个合唱团被选到，然后只有3个儿童合唱团，我们是3个的其中一个，而且是全国人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当然是唯一一个华人，唯一，而且以中文歌曲为主要特色，真的很难得哎呀！我们在那个年会当中，我们就真的好好的找到自己的定位，然后我们把中国或者是华人东方的这些乐�曲好好的编组，做了25分钟的演出。是呀，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听不懂中文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听不懂中文，可是音乐是一个国际语言，所以一样可以感动别人。所以我们夜来香也是很好听啊。对，我想我们来接一下观众的电话好了。同时要讲一下，今天打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，我们送你这个小而大餐厅的20元礼券，就在南湾 Milpitas 广场还有黑我都有分店。好，来接这位三十岁的王先生，你好。王先生，请说。你好。哎，有问题吗？请说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晶晶合唱团主要的一些曲目，有没有一些大陆的曲目？嗯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团长来回答好了。你们是台湾为主吗？没有，我们其实大陆跟台湾还有香港、东南亚的华侨非常的多。我们大陆的歌曲唱很多，我们从内蒙的八骏赞，贵州的葫芦笙、吹响锣，还有广西壮族的水母鸡，我们唱非常多的。那最近唱的还有这个冬冬葵，所以我们唱很多大陆的曲目，曲目多元化，成员也是各地的都有。对，我们唱大概有19-20种不同的语言。不是只有中文、英文，然后我们唱各国的语言。嗯哼，那其实这成员还有其他族裔嘛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其他外有，但我们最主要还是华人的下一代。对，但是我们也有白人，各种族裔都有。讲一下对未来的展望吧，未来的15年，10秒钟。我希望晶晶的声音可以永远引吭高歌嘹亮，然后希望以后唱中国歌可以抬头挺胸，让大家都知道。好，谢谢两位，希望晶晶合唱团更加亮晶晶啊！谢谢，晚安，再会。